刚才，又是喉咙啊，一阵刺痛啊，哇，一束光线呢，射过来，这是一束新的光线，同刚才那个前面那光线不一样，现在那个新的光线射过来，非常非常耀眼，一束光线哇，穿过喉咙啊，穿过喉咙啊。新的光线射过来啊！新的光线射过来，把新的光线射过来以后，刺到我喉咙这边啊，穿过喉咙啊，它是从上这个描述这个位置啊，我注一下这个，那就可以了啊啊，这光线啊，从前面差不多的光线位置斜度。哇，这样穿过来，穿过那个喉咙这边的，一阵刺痛啊，一阵刺痛啊，一束光线非常非常亮，同原来的不一样，不是同一种光线，一束新的光线，那是又是一个导航，导航的光线啊，告诉，外星人呢、啊，让外星人来，找我啊，让外星人来找我啊，后面要做的事情要我同他们，密切合作啊，然后把它改到地球的事情，完成，是那些外星人要到地球来要改造的时候，以我这里作为一个，导航点啊，作为一个导航点啊，作为一个导航点，导航到这里，一个光啊，哇，刺过来，这就是一个导航点。告诉外星人，往我这个方向啊，往这个方向啊，一定要同我合作好啊，然后才能完成任务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啊。好啊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嗯。